原标题：红军将领身居要职却叛变，蒋介石大喜迎接，没想到下场凄惨不已。红军将领身居要职却叛变，蒋介石大喜迎接，没想到下场凄惨不已。叛将是一个令人心痛又使人唾弃的词。在我们的印象中，抗日战争期间，红军将领都是大无畏的人，可就在长征途中，与牺牲伴随的是工农红军转移前后一批人的叛变。历史作为红中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令人惊心动魄的善变。这个人是红军的叛将，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去投靠了蒋介石，在红军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就是孔和宠，他的所作所为必会被世人所唾骂。孔和宠是红军高级将领，曾经担任红十六军军长和湘鄂军区总指挥。投敌之时，他仍然身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两项要职。孔和宠的叛变让蒋介石十分高兴，亲自邀请他坐与一辆车，在南昌城游了三圈之后，孔和宠带着国军围攻红军，并诱骗红军叛变。在他的忽悠下，红军幺六师全体叛变，独立四团全体叛变。在这些叛敌中，不乏红军高级干部。孔和宠在得到如此成绩之后，蒋介石只给了他一直师长的职务，并且还是杂牌军。之后孔和宠得罪了四川军阀杨森，在此人的迫害下被蒋介石扣押。在他走出蒋介石的监狱之后，全国迎来了解放军的全面胜利。尽管孔和宠的叛变给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可还是没有动摇红军，而孔和宠也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被抛弃。孔和宠由于贪污被毛森主抓把柄，随后被起诉判处了三年徒刑。抗日胜利后，孔和宠被释放了。此后他在武昌、南京等地做生意。全国解放后1955年，孔和宠被逮捕了，可惜还没有等到审判，就于1956年8月13日病死在狱中，时年60岁。这就是一个叛徒的下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